Rainer Sanso day, you are the way, today you are the 英雄救way. 世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耶、yeah！出门，把摄像头调大一敌点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等比例拉伸。来呀，出来呀！闪现抓，回血，一换一破亏。他没闪现，没点燃，带了个小萃去，太用了。他闪现点燃也给交了，再来啊！他出了个皮海，抠上来，抓抓抓，双刀抓抓。在干脆的死亡中，有预见吗？他连药都没有。那不可能让你活下去，兄弟！抓抓抓，两刀拿下。吃个药。但剑圣好像没有办法，就是。断兵线，这英雄推线其实不算太快。啊！四个药，饮马生了怎么整啊？咦！给天使吧，啊，饮马单杀那还行吧。银马居然来了！哎，给天使！哎呀，怎么给的又是银马呀？我 Q 上来！直接一套秒掉，没有人为我的这一波操作抠一波666吗？这波我们还是得杀他啊！来，点燃，抠上来，不行，那塔砸了我84点血，都不行，都还是得死。不过我们这波赚了。接来个攻速海吧，天使应该是血亏了，天使全没了，这小兵全没了，全没了。一共他收了两个兵。
我扑上来，来吧，咱俩就换，扑上来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不会死的。对，没事啊，这波我们快速回城。刚刚好。塔皮也没掉，五个七，我们拿了五个人头，俺们家五个人头，这家伙，虽然我送了四个，他有闪现，注意啊，这波。天使会被我无限单杀，从目前来讲的话，因为他升不到六，他应该是不太敢上来，来一波虾人诛心吧，可能人马快来了。好，我们无敌了，出门。先来个德克萨斯木印，这玩意怎么弄出来的？这是啊，我这把这调没啊。先去下路赶他一波。那里头有眼儿吧，帮你拆塔，你还磨磨唧唧的，你下路没崩吗？我拆塔来，嘿，
两刀，我继续推。他们家有天使啊，这把不能跟对面慢慢玩，慢慢玩我们可能要输。不猜了，呵。收集者啊，这左下角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也行吧，放左下角就放左下角吧。卡没了。上去看看能不能杀个天使。先开个大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一刀刚暴击了吧，远古巫灵可以杀，不行，我们把银马杀了吧。一刀，两刀，没关系，哎呦我天哪，这个不闪可能要死。能不能把中路塔拆了？好着，先来个西兰刀吧，把这卖了。其实我差100块钱，刚我都不想回家。好，一波三杀即将来临。来了 扣，有点烦啊，你还回头，我给你一刀，我给你一刀，我给你一刀，那泽拉斯385，我400的移速怎么碾？
怎么追不上他呀？他也没有炉灯啊，关键。天使，那你是不是有眼儿？没有人了呢，我给这泽拉斯来他一刀其实是可以的，只是人总是没。银马在下路。我给你一刀，1500。来了银马，给来两刀，谢谢你的推，我不上了，那天使可能有大，哎呀不当家，来吧无尽，最后我们来个青雨儿就可以来个训印多猛，无限抠，你训印你不也得 A 一下吗？怎么无限抠了呢？嘿，我给你一刀，我这给你一刀，我这给你一刀，我给你一刀。故意的呗，是不是故意的？故意的，啊，小伙子，我这个人也不是没有一个，也不是没有脾气。既然你非得要惹我，挂机了。身为一个人类，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，不尊重我。除非今天在堂堂跟我道歉，要不然这一把游戏跟我没有关系。
隐藏在我们当中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隔离那些激进分子。我吃别人太多野怪了，你放你妈的五香麻辣狗臭屁！我上来一共我就吃了一个 F6， 我还吃了的是对面的，我吃他野怪，我连蛤蟆都没见过。你见过去过石头人了吗？我吃的都对面野怪，怎么的都碍他事儿了？还吃别人太多野怪了？现在我才开始吃的野怪。我们就是记忆，明天。支持挂机，那肯定不可能挂机啊！挂机肯定是不可能。我只是给对面，我只是告诉一下对面，让对面有点斗志，啊，让他们有点斗志。挂机是肯定是不可能。我们挂机，他有可能会被举报，这不合适。我们直接吃野怪。什么时候螳螂跟我道歉了？我们开始去杀人。带个线儿去。是个红的。把蓝打了，对面起来了，起来跟我什么关系？起来了，起来起来呗，起不起来这跟我什么关系？本来我的队友起床气，他敢气我，回家了。现在没有人哄我，我是不可能好的。啊，我这必须得有人哄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曾经的队友现在居然要反目成仇，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？
这个世界被污染了。别碰我，别野我，我要打蓝。别野我，听见没有？别野我，别碰我，谁也别动我，谁敢动我，我就杀谁。我跟你说，别野我。别跟他一样的、啊、行吧，连家人们都跟我说别跟他一样的了，那算了吧，来波五杀吧。嘿，哎，什么叫伤害？我是剑圣，厉害吧？银马、啊、杀不了。呦呦呦呦呦呦！哎，漂亮啊！区区有点高。喷他！能把他给杀了呗？他这死亡之舞掉血掉死了，没有想到我三十年不出山还是这么的猛。谢谢努力的飞机，死了还行。为什么大家都要你？因为螳螂抢我五杀。对啊，之前，哎，无所谓了，怎么跟小孩似的呢？真是幼稚。谢谢夜妹龙里的一个飞机，谢谢夜妹龙里啊，感谢。嘿，你跑，你能跑到哪里去？哇，有点疼。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但是念咒都不让念呢，螳螂。